别小看这区区52令吉，因为一不小心，这钱可就兴邦或毁国了。若以第15届全国大选11亿令吉开销总计，国人手中的一票值51令吉90仙，与市面上一包婴儿纸尿布同价。2018年的合格选民有1494624人，报废为5亿令吉，一张票值33.40令吉。2022年合格选民则有2118万6761人，报废约为11亿令吉，一张票大约价值51.91令吉。尽管上述价格看似不高，但由于投票将决定来届政府的班底，进而影响未来5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，因此其价值无疑远比区区几十令吉来得高。